长城是在书中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出之作，是世界公认的七大奇迹之一。今天我终于踏上了长城，踏进这本生动的历史教科书。这里的每一块砖，每一座烽火台，好像都在诉说着古老而动人的故事。初识长城是在电影里，我看了一部非常炸裂的中国电影《长城》，我知道它是战略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。注射长城是在诗中，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一首诗《解之地》，何时奋战一角墙，让他几次也无妨，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我今天到了长城，当了一位好汉。感谢汉勇侠。